彰化县为庆祝建国60年，今天在延陵镇延陵文化学的艺术场，这举行了全县民间艺术竞赛，有200多人参加。这项竞赛带来了我国各项民间艺术，有各乡镇所组成的龙狮队，在一片龙骨声中分别表演了带龙制镜、游龙戏珠、神龙星空和降龙献寿等项目。 充分表现了我国民族固有民间艺术的精华，场面非常热闹。